怎么了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天天都来我家吐东西，这打猪草就打猪草，黄瓜里面的那个南瓜都没跌了。怎么了，安姐？他是谁啊？他是谁啊？你是哪个嘛？我是他，我是安姐的男朋友啊。怎么了？你来的真好，他天天都在这儿打猪草，南瓜里面的黄瓜都没跌了的。哦，你别这样说，我们上次是确实来你家打猪草，但是黄瓜我们没有摘。那不是你们偷的是哪个偷的？打黄瓜里面的那个南瓜都没跌了。我猪草，我们家里有猪啊！你们今天来都要打猪草来，要点个啥子啊？行不行吧，安姐，我们走，我们走吧。那个猪，猪草，你们走，以后不要来这了。我走吧。不要在我家吐槽来了，你们以后。走吧，那个猪草送给你。那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我才没有见到过你们这样的人，一点都没有。走吧，没事。今天在我家吐槽来打猪草，啥子意思？走。我不是叫你把猪卖掉吗？叫你不要做农活了，让你好好跟着那个收农产品的老板，跟着他学习收农产品。你怎么又来割猪草了呀？那个老板说他明天才去收，今天我没事干就过来割猪草。那我不是叫你不要做农活了吗？让你把猪卖掉，你怎么不听话嘞？做农活只会越来越穷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前途的。这不是想着喂点猪，以后卖了给你分担一点吗？傻丫头，我不需要钱的，我不想让你这么辛苦，你明白吗？再想我想。相见天会晴，心会暖，阳光在手指间，童话剧情上演，在某天再一次遇见，我们的脸一如从前没变。